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姐。我们现在是去大理的路上，现在我们在秦峰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。去大理还有250公里，还有2个小时才到。它那里又黑了。我们旅行基本上都是在车上旅行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就出发。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花吗？白色的。我们要多久才到？半个小时吧。有点饿了，吃个烤来玉米。这个好大一根，才15块钱。之前我们在别的服务区买小小根的10块钱。哇，这里好多少数民族的衣服。我们一定要去云南拍一组少数民族的那个服装。对呀。是不是拍婚纱的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来玩的那种。OK， 已经黑了。天还有，我们要9点钟才到云南昆明，不是大理。大理，我去昆明，回去再去昆明。那这边有点冷了，海拔比较高，应该下不去。哇，好高啊！好高啊，没看出来，这么高的一个。好嘞，真的还好，带了厚衣服。进雪山应该更冷。现在还有雪山吗？有。这有吗？有。它是高海拔的汇总。现在天都已经黑了，没想到，人生中第一次旅行是。不是跟老公去，也不是跟男朋友去，而是跟小脚老谭去。